两人怎么也没想到，散个步居然还被野猪王盯上，而且还是变异的。强哥赶紧出主意，快点逃命。可同伴硬是不信邪，说怕个猪干啥？而这时野猪王也发现了他们，没想到老六把不怕死的同伴推了出去。就当他还在骂骂咧咧时，下一秒，这是一位手持猎枪的硬汉杀了过来，一枪朝着野猪头目开去，但是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。另一边逃回营地的强哥急忙告诫家人，大喊附近出现了一只恐怖的野猪。可两位女人以为强哥是在开玩笑，紧接着男人就被野猪冲撞。